好，那这个是我今天中午的午餐哦。那这午餐里面有什么呢？你可以看得到有葡萄柚、苹果、番茄，然后下面会有很大量的青菜，包含了可能是穿烫过的那种青椒啦，这个是家人晚餐吃剩下的哦。像苦瓜，然后你可以看得到这边有。紫高丽啊，然后芹菜，然后还有，如果不意外的话，我正常还会有美生菜哈，然后之后还会有红萝卜的切片，现在这边看不到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苹果，然后配上这个无调味的坚果，然后黑豆浆，好，为什么挑黑豆浆呢？因为黑豆浆的那个。它的就是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部分，它的含量会相对更少一些啊。那这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，蛋白质是由这个东西来补，然后呢，脂肪由坚果类啊，坚果类来提供，然后很大量的碳水化合物，优质的碳水化合物是由水果来提供，然后蔬菜让我的肠道保持能够通畅。那你可以看得到，其实这样子的分量很大，那它就造成说，我的饱足感会有。那这样子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在洗碗的时候，你基本上用水冲一冲就好了，你不用任何的那个化学的那种洗洁剂。那这个是我的午餐。